你们俩要我的命！上回凌风就差点把他砍下来，我会好好保护的。里头箱子钢圈，来！ 你个窝，眼大就够精灵，你贵都见到一定中意，点会上升？拜拜。嚟，靓妹望镜头，笑下，笑下啦。好。你就好啦，有人收养，俾人斩手斩脚抌去黑食，有饱饭食，仲有书读添啊。 就走噶啦，我只系得你一个朋友，请你食啊，多谢。过埋听日，我以后唔会再翻嚟噶啦。你会去边啊？新爸爸话带我去美国读书啊。新爸爸话改咗个英文名俾我啊。 嚟咗啊！唔使惊，附近冇僵尸，点解唔留喺铺头？我冇事，我担心你。 你擔心我有事，所以出嚟揾我。
我讲个秘密俾你知，但你唔好惊。点解会咁嘅？喺好多年前。 发生咗件事，令到我同普通人唔同。我受咗伤，好快会好翻。而且有对付僵尸嘅能力，所以只有僵尸怕我，我唔会怕僵尸。真噶？既然出咗嚟啦，我带你睇啲啊。 有咩事？你点救佢啊？好。喂，搞掂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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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研制啊！研制啲咩啊？俾你睇下。 搞咁耐就搞呢几粒朱红啊！呢啲唔系普通嘅朱红嚟噶，系我藏咗啲银入去嘅银心朱红。银心朱红，古语有云：朱红一含银，僵尸都企唔稳。如果啲僵尸真系食咗呢啲朱红嘅话咧，真系咁鲜啊！系真唔系啊？唉，切啦，俾你睇下啦。 你咧就攞晒啲银出嚟，铸晒做银箭头攞嚟俾我。等悠悠翻嚟嘅时候咧，我就可以射箭保护佢。我而家日日练箭噶。切，似你次次都粗枝大叶啊！我呢啲隐心猪熊啊，先至系深藏不露啊！深藏不露啊！啲僵尸会同你深藏不露咁食猪熊嘅，食埋你添啦已经。系啊，只只僵尸都话话话咁啊，总系会偷偷地行入嚟噶嘛。咁你偷偷地喂佢食先得噶嘛？偷偷地只僵尸等你喂佢食猪熊都咬咗条颈啦。咁通你近距离可以射得到佢咯？ 咩感觉啊？佢哋真系好好。佢哋为你付出咗好多，佢哋真系好关心你嘅。唔好再收埋自己啦，唔好再令佢哋担心啦。佢哋几个系你一世嘅好朋友，唔系个个都咁好彩。 可以揾到做一世嘅朋友，多谢你，我愿意做你一世嘅朋友，多谢。 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剧集精彩片段每日不断放送。你唔系仲未 subscribe 啊？记得揿埋个钟仔啦！